看网络直播小易撕烘焙，烘焙小易子，耶、yeah, ！我是小易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我瘦了很多？来，特写特写，远点，远点，远点。哇，一般人都会觉得做厨师的、做烘焙的一定是张大饼脸，大错特错。为了纠正你们这些错误的理念，最近我在疯狂的健身，耶耶耶！以前穿不进去的衣服，现在全都塞进去了。大家看我这身材怎么样？身材，哎，挺幽默的一个人。哎，好多人说你好瘦，你看。来，仰拍，仰拍，往底下拍，底下叫仰拍。好长啊！这是刚才从冰箱里拿花那人，不像。好了，来往上。今天我要教大家做的是芝士焗土豆泥。不要小看土豆这个东西，土豆说它土，它叫土豆；说它洋，它叫洋芋。洋芋开花赛牡丹。我告诉你们，有一天我们跑上了火星，能救命的就只有它了。来拍一下小土豆，来，焦点别糊，哎，好的。我觉得呢，我们做人呢要向土豆学习，不管跟什么东西呢都能炖在一起，咋整都不难吃。千万不能学花椒大料，哪有事儿哪有他们，从头到尾瞎忙活，最后等菜端上桌之后，谁一动筷子呢，第一个就把它挑出去。没说完呢，生怕吃着它，现在可以笑了。